虎年呢就要过去了，兔年就要到来了。这会儿啊，正是虎跟兔交接班的时候。是啊，工作一年了，也该换换岗了。去年呢，我们说的是虎年谈虎。对对。今年呢？今年啊，我们呢？今年我们就说回兔年谈兔，我们的任务啊，没错。到了猴年，我们谈猴；到了狗年，我们谈狗。什么年谈什么呀？这辈子就算拿下来了。谈虎还可以啊，兔就不大好谈了。那得分搁谁嘴里。那搁你嘴里呢？比你那虎说得好。那咱俩说一回，咱们一人一句的。我说虎，我说兔。我是虎老雄心在，我是我兔小志气大。我猛虎下山势不可挡，我兔也倒药救死扶伤。我虎头虎脑不虎心，我兔子不吃窝边草。我老虎屁股摸不得，我兔子耳朵支棱着。我老虎本是瘦猪王，我兔子尾巴你怎么着，我根本就没打算往厂里长。换词这兔不好说，这怎么样？不好说了，换词这样，今天我出个主意啊，咱们今天呢啊，说一个电影对联，用电影片的对对子，怎么样？你了解我？我了解你，知道我电影看得多。你电影看得多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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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你不如我。怎么的？打听打听。哦，在单位我有个外号。什么外号？叫电影工厂。哦，可是你打听打听，我也有个外号。是吗？我在我们单位都叫我什么呀？电影公司。专管那工厂的。您啊，在单位我还有个外号，您是电影仓库。怎么仓库啊？你公司里片子啊，全在我仓库里装着呢。哦，那我也还有个外号。什么呀？仓库保管员。不行了吧？那怎么仓库保管员？你县官不如县管啊。要是在我这儿呢，我还有个外号。你什么外号？我也保管员。我叫，我有钥匙。你叫什么？我支持你。你说，啊，我叫仓库保管员他爱人。爱人怎么回事？仓库保管员你也得听老婆的。你这位有剧内的毛病，跟你学的。这样吧，咱们就开始啊。我出上联，给你对下联。我这上联是一个字的片子，我给你对一个字。这一个字的片子是，来吧。灯，张嘴就来。不要，不，不要信口开河。什么叫信口开河？给你三分钟时间，出口成电影。要对上来了，你别让我问住了。问不倒我。你这要跟我这灯有什么关系？有联系啊！啊，你是灯，我是要。为什么对要？为什么给你对要？为什么呀？这应该问你啊！你是灯，我是要。为什么对要呢？他是这么回事啊！他这个道理啊！啊，我，他是你晚上吃药，你得开灯啊。你要不开灯，你肯定吃错了药。那不对，你才吃错了药。一个字儿对上来了，牵强附会，一点不牵强。行，这回我说俩字儿的，对两个字儿。我这俩字儿的片子是什么呀？小街，张嘴就来，老腔。老腔，嗯，小对老，啊，字面挺工整，非常工整。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有？有内在的联系，你说说。你是小街，我是老腔。为什么对老腔？为什么对老腔啊？你走在小街上，小街上，我给你一老腔，招你了。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，嗯，给你一支老腔带在身边，起保护作用。对对对，我要是多说点儿，多对点儿，我说得急，对得紧，我说一串，我对一筐，您听着，来吧，我这是嗯，雄鸡。再听一遍，雄鸡，还够瘆得慌的，吓唬吓唬你。我给你对什么？涉案，也够瘆得慌。伤势，情态，夜茫茫，路漫漫。二度梅，十五贯，三家巷，五更寒，红楼梦，白蛇传，宝莲灯，桃花扇，车轮滚滚，山道弯弯，梨园传奇，哈里之战，兵临城下，挺进中原，突破乌江，智取华山，丹凤朝阳，御马外传，佩剑将军，家务清官，六金县长，八百罗汉，绿色钱包，蓝色档案，红楼夜神，金象奇案，火山禁地，滨海沉船，飞向未来，走向深渊，后补队员。
员，预备警官，城南旧事，阿混新传，独立或死亡，爱情与遗产，陌生的朋友，神秘的旅伴，生活的彩音，远山的呼唤，咱们的牛百岁，快乐的单身汉，阳光闪过之后，今夜星光灿烂，丹湖岛上的死光，尼罗河上的惨案啊。小李和老李，儿子孙子和种子，哎，我是一号宾站七十二家房客，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，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，我这能添字，我能加词儿，我是51号宾站住着72家房客，那我，哎，有你这么出上联的吗？我就这么出，51、72你全占了，谁说头了算谁的。诚心考我，考考你，考不住我。你来了，上联什么？51号宾站住着72家房客。我给你怼72家房客，搬出51号宾站。搬出去像话吗？哎，不搬不行。怎么呢？军队不让带家属，那就得搬。不是你这片子跟我这重了，一分不就对上了吗？你不懂规矩，非得重对啊？从头找。上联什么？51号宾站住着72家房客。我给你怼39节台阶。发生405谋杀案了，你听这个，来吧，我这是良家妇女，秦香莲，嗯，看这动作的良家妇女秦香莲，多温柔啊，还在动作，有动作，两部片子搁一块儿，之间有点联系，有内容，我爱对这个，是吗？听我的下联，您下联是，我给你对，模范丈夫李时珍。嗯这李时珍是秦香莲的丈夫，哎，三十刚登的记，你甭管，你听着，嗯，海外赤子刘三姐，雾都孤儿杜十娘，英俊少年马可波罗，卖花姑娘伊塞尼亚，哎，我这能分的，我能加词，我这是英俊少年马可波罗，参加过地雷战、地道战、南征北战。游击队呀、啊！你甭管，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三娘、嗯，卖的是马兰花、苦菜花、锦上添花。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头祥子。等，您什么声音？这乐头打屁粉呢？打屁粉暴露目标了。我给你对马路天使流浪者，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。怎么这事儿呢？这个公鸡感冒了。河奔流，浪涛滚滚，怒吼吧！怎么着？黄河，嗓子怎么样？黄河，来吧，还在朗诵呢，可不？我给你对《小城春秋》，杜鹃声声，祖国母亲。基督山伯爵，少林寺弟子。基督山伯爵爆炸。卡桑德拉大桥，少林寺弟子七夕相思女子客店，这客店叫你了，哎，偷税漏税的把他七夕漏。王老虎抢亲，李二嫂改嫁。王老虎抢亲，抢的是大海的女儿，这是烦恼的喜事。李二嫂改嫁，要嫁神秘的大佛，嗯、那真是奇异的婚配啊！哎我这还一绝对的，绝对只有上联没下联的对子。天下无语不成对，没有我对不上来的。这回啊，你就不行了。你讲吧，你听着，嗯，我这是什么？银次郎的故事，黄浦江的故事，水手长的故事，夏天的故事，刘宝的故事，爱情的故事，拔哥的故事，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。这就是你的绝对啊，绝对太简单了。好考你，听我的下联。您下联是？你再来一遍。我再来8遍你哎，一遍就得，听着，来吧。我这是银次郎的故事，黄浦江的故事，水手长的故事，夏天的故事，刘宝的故事，爱情的故事，拔哥的故事，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。我这下联有了，来吧。我给你对残花姑娘、青天姑娘、上海姑娘、景颇姑娘、西子姑娘、金刚山的姑娘、端盘子的姑娘、不当演员的姑娘，这些全是嫁不出去的姑娘。